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河中南部会当讲是影响相当的大，河山区就传出一挂灾情，所以伫个乡长张良特也特别带领公所的同仁甲厂商前往山区来看灾。但伫最下了往光华村的路上，就被一张大树阻挡，乡长张良特就甲村民同仁做伙排除障碍。这几天落起了相当大的雨，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河中南部的山区就传出了灾情。所以德吉乡乡长曾亮泽就传领着公所的同仁，佮有厂商前往德吉的山区来勘灾。伊就伫水下寮往光华村的路上，就去予倒去的路手阻挡了去路。村民摕着电锯，对另外一边挂到现场。乡长就叫同仁、村民做伙来排除倒伫路中的路手，继续前往山坡滑落的灾害现场进行勘灾。西新新闻综合性的记者采访报道。即马想要注意防虾，一定爱上网络登记，使用手机啊，唔免两分钟就会当登记好势。首先，你要做意愿登记，填好画面上面的基本资料，然后送出等待卷讯通知。只要咱阿中部长宣布你符合这个阶段的施打条件，就赶紧上网络去登记哦。点开预约选项，画面就会出现三种预约的方法。大部分的人是使用身份证加健保卡号码。紧阁方便，咱即届嘛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让大家做一个示范。点入去，将你的身份证号码、健保卡顶端的卡号把它填好，进入图形验证码的验证，就会当到最后一个预约的画面，选择注射疫苗的时间、甲地点，将你的基本资料填好，将你想要爱注射的时间、甲地点选好。勾选阅读并同意，最后送出资料，安尼预约就成功啊！要提醒咱亲戚好朋友，记住自己施打的时间，然后携带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印章前往接种站，手机啊摕出来，比例的预约注射真方便，赶紧注射，保护家己的健康，嘛是保护咱厝里的人的健康哦。